不稳定性的练习我们应该如何解决呢？接下来我给大家推荐三个练习方法呢，帮大家解决一下。第一个方法，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左手摆在相对的手型，然后呢，如果我们想练习一指、二三四指不抬，同样练习二指的时候，一三四指不抬，这个方法可以帮助你更好的稳定左手的手型，从而呢加深左手的音准。第二呢，就是推荐你呢练习音阶了。音阶呢是帮助左手稳定性的最好的练习方式啊。如果有时间的话呢，一定要多多的练习音阶。如果对左手稳定性还有其他问题的朋友，请咨询一节我的免费体验课，我会对你进行专业的辅导。同时我会在社区里呢开放一些免费的直播，欢迎大家前来观看哦。第三个左手稳定性练习呢，需要练习我们的左手练习，从而提高我们左手稳定性。你学会了吗？对左手问题还有其他疑虑的，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关注我，学琴不走弯路。